算吧，你还不信？陷阱！你们跟忙忙你的，跟你们一点关系没有。美女，咱们有缘再见。你看。
好巧啊，这不沈月那俩队友吗？是啊，你俩别唠了，下回你俩当诱饵啊，打我肋巴上打我太疼了，赶紧扶我一把。沈月搁哪儿呢？我这个人最讨厌背叛，你打死我也不会告诉你。哎呀，好，那你告诉我，沈月在哪儿呢？我是真不知道他在哪儿。我一个大嘴巴子，我踢死你！你们一个队的，你不知道他干啥去了？在这给我扯里根楞的，你当我们傻子呢？哎，这位玩家，你觉得和一个女孩子这样说话合适吗？哎，别激动，坐下，别激动啊！就给你捋一捋啊。我们刚才呢确实是和沈月一个队的，月姐呢也确实和我们在一起，但是我们队里呀有一只猪，她拿出一个手雷，嘣的一下把大家都给炸了，月姐一生气就跑了，要你气不气？你走不走啊？肯定走啊。对呀、啊、往哪儿走？你骗谁呢？你那猪队友呢？我今天看看到底有多猪。心思怎么样？还给你们拿两件呢。这么多好朋友，看来衣服拿少了，我再拿几件。我看出来了，你是开车的，汽车兵是吧？你冲锋的呗，杀手啊！你啊，开超市的，严肃点，你可真是个猪啊！虽然只有几面之缘，但你们就想从我这里打听到他任何消息，哪怕你打死我，我也不会做出卖队友的事情。
谁让你扔的雷啊？谁让你扔的雷啊？谁让我扔的雷啊？陈月，月姐，对不起，我再也不帮你站跑了。来，喝个饮料，消消气吧。